风之谷。今天晚安，我们一样以活动为主。啊！可以再显示一次吗？哇，这怎么讲啊？特殊传说研磨器的一个组合包，然后还有全新的无畏枪花组合包，全新的一个组合商店哦，特殊传说研磨石组合包，其实就出一堆组合包，不是一堆，是一些组合包。等一下，好，那咱们已经在鲸鱼号了，不对啊，紫色那个才是主线吧？等一下乱了啦！现在哪个是主线啊？笑死人了！紫色那个才是主线吧？史诗啊！他写史诗就代表他是主线。有些已经完全不知道哪个是主线了。啊，对，我们以前不是很喜欢叫排行榜吗？那为什么现在都不介绍了呢？这应该是观众的疑问哦。因为啊，现在跟以前，哦，这也很多。但现在跟以前，那个有差吧？他们真的好美，逃狂街啊！欸，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从这边来介绍装备，因为他们有穿时装啊。因为他们穿时装的关系，我看不出来他啊，就直接从这边讲装备就好了，可以看吗？哎呀，不能看。那你就从排行榜那边介绍嘛。最近出了一个迷你机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哎呀呀，先可以直接从这边点了就对了。好，这是全新的迷你游戏站哦。我觉得我们先把礼包讲一讲再说吧。今天先讲礼包讲一讲好不好？啊，这边是官方最新的礼包。那因为这个礼包都是限时的，我想说我们今天这集就先讲这个，之后再来考虑看看吧。今天这集先给大家复习一下礼包。这下面的应该就还好。先整这个好了，超色。这什么？哦 ，NXON 的游戏。